阿弥陀佛的救度。据《佛说无量寿经》记载，在不可思议久远时间之前，有一国王在世自在王佛座下出家，名法藏菩萨。他智慧高明，慈悲广大，发心救度一切罪苦众生，在自在王佛的指导帮助下，遍观210亿诸佛国土，明了一切诸佛救度众生的本愿，然后一心寂静。经过5劫长远时间的思维，规划出他自己成佛度生的宏伟蓝图，而发下著名的48大愿。48愿有以下几个特点：1.誓愿第一，其规模、深度、广度、难度及最后成就功德利益，超过一切诸佛菩萨的本愿。2.国土第一，汲取了一切诸佛净土的精华，为一切诸佛净土当中最极清净庄严、第一无比的净土，是真理本体的完全显现，无为涅槃的境界。3.光明第一，法藏菩萨成佛时的光明，遍照大宇宙当中一切世界，超过诸佛光明，其救度众生的威神功德力量，为一切诸佛所不及。4.名号第一，法藏菩萨誓愿把他成佛的所有功德纳入其成佛的名号南无阿弥陀佛中，其名号功德包含超越一切诸佛、菩萨、贤圣、天神、经咒、法门功德，而为一切诸佛、菩萨、天神、魔王称扬赞叹，普遍流行于一切世界。5.度生第一，罪业深重，断诸善根，难度难化，为一切诸佛所弃舍的众生，法藏菩萨誓愿通通救度，乃至阿鼻地狱、大小诸狱、火狱、炼狱、寒冰地狱里的众生，无一例外。以其成佛时的光明名号，尽十方一切世界，尽未来一切时节，永无疲厌、永无止息地加以救度。48愿当中的第18愿，称为念佛往生愿，是48大愿的核心、根本，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死解脱、往生成佛，尤为重要。此愿规定，任何众生，不论罪福，只要专一称念法藏菩萨成佛时的名号，南无阿弥陀佛，愿生其净土，甚或哪怕临命终时，才遇到有人向他宣说此名号救度，仓促急迫之下，只念了10声，一声佛名，或仅起一念归命之心，也必定救度他到净土。法藏菩萨发誓，假如他达不成此愿，即使能成佛，也誓不成佛，继续修行，直到达成此愿。法藏菩萨发此大愿之后，经过不可思议
长远大劫时间修行，累积无量功德，于十劫之前成佛，名南无阿弥陀佛。国土及西方极乐世界，自成佛以来，以其光明名号觉醒，催熟十方世界无量众生，救往极乐净土。十劫以来，从我们这个世界以及十方一切世界往生到阿弥陀佛国的众生无量无边，现在及未来众生往生其国，如众水归海一般永不停息。阿弥陀佛救度的特点：一、主动。法藏菩萨主动发愿修行成佛来救度我们，不经众生祈求拜托。二、平等。阿弥陀佛大慈悲心，平等救度一切众生，不分贫富贵贱、善恶咸愚，如日普照，如地均在，如水润长，平等利益万物，而无一切爱憎分别。三、无条件。任何众生只要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愿生其净土，决定救度，此外无任何条件限制。阿弥陀佛救度的范围，从空间来说，包含我们这个世界以及无尽大宇宙中一切世界所有众生。从时间来说，贯彻未来无量劫，永无止息。从众生种类来说，包含人类、诸天神、畜生道、一切动物、微细昆虫、恶鬼道众生及地狱疾苦众生。阿弥陀佛救度的方法及情形：阿弥陀佛以光明名号度众生，普放无量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又令十方世界一切诸佛称扬赞叹其名号，与一切众生结缘，将名号种子推入众生心中，复以光明催熟众生善根，令众生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当众生称念南无阿弥陀佛时，彼佛光明立即找到，照耀保护这个众生，日夜不断。临命终时，彼佛率领极乐世界菩萨大众亲自现身来迎，放光接引，妙香妙乐，令众生欢喜安慰，即随彼佛化生极乐世界七宝池莲花之中，即时莲花开放，身相光明自然，与诸大菩萨一样。阿弥陀佛救度的利益，利益无量无边，大分二类。一、此事的利益，众生念佛便受佛光照耀保护，现生平安利乐，如业障消除，福慧增长，愈病健康，人事和顺，消灾免难，人生有方向，有安全感，幸福感，满足感，内心平静祥和等等。二、往生的利益，临命终时，阿弥陀佛现前来迎，放光加持，身少病苦，心大欢喜，正念分明，
成宝莲花，随从佛后，弹指入极乐世界七宝池中，莲花化生，即时悟明宇宙万有真理，获得无量光明、无量寿命的身心，与真理共存，永脱生死轮回之苦，证入法性涅槃之乐，得大自在、大圆满、大智慧，速即成佛，以大慈悲哀悯一切罪苦众生，分身十方，无疲厌地救度自己，历劫父母兄弟及一切有缘众生，共同生彼极乐净土。